后，你可知道了龙吟城不是太平的地方。龙吟城是什么样子，我早就知道了。那既然你知道了，为何还要待在这儿？难不成和你成亲的女孩是有害人之处？那个女孩很好，我只是怕耽误人家罢了。我娘跟我说过，那个女孩长相好，性格好，家世也好，好的方面有很多。那既然她这么好，你赶紧回去跟她重婚吧，还待在这干嘛？即便她再好，也不是我林琴这辈子想娶的人。哎呦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快扶我到床上去。好。哎呀，别动了，再动的话我的伤口就要撑开了。好，我不动了。这几日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我。等我伤好了，你不想让我在这待的时候，我就绝不会死皮赖脸的缠着你了。行，依你便是。